这里呢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家一样，我们每天在这里训练，一起生活。来到这里之后，我才更加坚定了我对电竞的热爱，让我更加了解了电竞。向空说过，他希望有一天是我站在解说台上念出凤凰是冠军，所以我们会一起加油，一起走向世界第一。欢迎大家常来。